沙滩啊，泰国啊，哪里啊，都看到有人穿。 Shop啊，这些之类看看的，所以算是去不成一个地方，找到另外一个发现啊，真可惜，这个地方要来了两天都没有来到成功，一直在管，一直在管。 对着你，然后你对着那个老板，对着你，这样子。
到底的屁股都要碰到地上那种到底啊，不要看老板娘，我们吃。现在我们回到来 Saigon Square One 来买 H&M。大家都在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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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我也拍，然后拍完了，所以可以走了。是一个很肤浅的 trip 来的，这个是就是来拍照走的，拍照走的就这样。现在来到一间朋友推荐的，其实跟早上要吃的东西很像，不过这个里面是螃蟹肉。然后现在一个挑战来了，就是要怎样吃嘞？不知道，拿一点面进来这里。拿一点菜，拿一点这个卷卷的东西，卷卷的东西，卷卷的东西放进来，不理，然后酱，酱吗？然后就这样捞捞捞。然后就这样吃哦，这个就叫这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在玩你。就像叫这。越南要学会三样重要的东西，一定要学会讲过吗？啊，不然呢？After 那个车 ，OK OK OK，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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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个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学会怎么算钱。因为他们的数目很大了，分分钟都几十千上下的，所以要真的很清楚，知道自己在要给多少钱，还有手上拿着有多少钱。然后第三样就是要学会怎样走路，因为这里的路不是你可以放空走，是你要很专心走路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.他路走走下，中间可能会有一堆垃圾，然后走走下可能有一堆全部那些毛豆就绑在旁边。或者走走下就突然有一个水塘在中间这样，所以真的是很难一心二用。当你要拿着你的 Google Map， 然后你要找路的时候，真的随时随地会崩杆。所以只要做到这三样，这样你整个越南去就一路顺风。哇，这个是我走过最狭窄的巷子。哇哦，好大卷！Okay, thank you. Enjoy your drink.好像在吃甜品这样，然后很香很香，那你可以吃到那个单味单香味，然后因为我叫的是九哥就很甜，整个就是一个甜品，好吃。
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 Airbnb， 很神奇耶，这里很像九龙城一样，楼上就是住，楼下就是这种做指甲啊、杂货铺啊、卖衣服啊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摩托啊，一堆一堆的摩托啊，然后做 lift 要给钱啊，7天的去比较安全。